古大德教人，讲经论道，对于久学老参之人，可以用点到为止的方法，而对初学的呢，一定要委曲婉转，细说因缘，才能帮助他建立信心。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对于老修行、老同参，只是讲经论当中最重要的地方说明就可以了。这些人经验丰富，领悟力很强，所以不必细说。我们看古大德注经，在经前都有玄义，玄义这些部分呢，就是点到为止。所以老参只愿意听玄义，经文的部分他就不想听了。他念得很熟，他知道得很清楚。可是对于初学的人，对佛法没有信心，没有认识，不但对佛法，对世法也不如是。所以对初学人一定要委曲婉转的细说，这是我们学习讲经的同学不能不知道的一个原则。特别是在现代我们虽然是在讲堂里面讲经，人数不拘多寡，可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录音录像几乎同时就上网录了那么诸位一定要知道，从网络上看佛法资讯的人太多太多了比我们现场不知道要多多少倍。那么这大多数都是没有接触佛法的人换一句话说，都是初学的人因此我们在任何地方讲经，只要有这些设备在面前，就知道我们应当帮助戒引一些初学的同学，让他认识佛法，认识大乘，认识净宗这个样子对他才真正有利益我们的教学演讲才不至于落空佛法常讲功不唐捐的细说，确实
是要用较长的时间，但是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些事项讲不清楚啊！你要把这桩事讲清楚、讲明白，这事有个道理在呀！可以先说事实，然后再讲道理。这真正有心帮助社会大众的人，这是佛法里面讲发菩提心，上求下化。那我们的形象呢，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阿难尊者，是因为见释迦牟尼佛的32相80种好而发心来求学佛法的。换一句话说，佛如果没有相好光明，就不能引他入佛门。我们在地藏经，师尊告诉我们，地藏菩萨从求缘界最初发心，也是见佛相好，几乎跟阿难没有两样。即这个地藏经上叙说地藏菩萨最初发心的是大长者子，这个子是尊称。我们中国古时候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子是尊称。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尊称放在前面，如果说是这位大长者，用现代的话就是尊敬的大长者，这个子是这个意思，尊敬的意思。或者我们中国人习惯，这是从前大长者先生，先生是尊称，称孔子孔先生，称老子老先生，这个子是这个意思。那么他的发心也是见佛相好啊。相好是福报，是大福报啊。佛的相好无比的殊胜。这个相好不是报得的，是修得的。为什么是修得的呢？佛示现在人间应身，应身就示现修得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藏教的佛、通教的佛，正果之后还要用100劫的时间来修复。这个佛感得的果报
就是32相80种好。啊，经上啊，也曾经见到过百福庄严。啊，这就说明要修100条的福，才庄严1个相好。那么换一句话是，佛有32相，就3200条福啊，3200福啊。这个3200福，不是说做3200条好事了啊，那个容易啊。3200条好事，我们人人可以做得到啊，哪里需要100劫呢？是3200种好事，每一种好事都要做到圆满。果报上啊，才成就一个好相，这可不容易啊。人天也修，菩萨也修，这个里面功夫浅深不一样。所以相好光明殊胜呢，也就不同啊。譬如我们讲不妄语，这口业不妄语实际上是包括4种：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啊，这4个算是1种福啊。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3世不妄语啊，就是这个口业真正能守得很清净啊，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修3世，这个得的是广长舌相啊，这个舌头撑出来呀，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子啊，30不妄语啊。佛生生世世都不妄语啊，所以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啊，现广长舌相啊，才知道啊，这个佛的32相啊，是百劫所修的。3200种福啊，圆满成就的相好啊，每一个相都有随行好。行就是相，大相；好是细相，所以让众生看到了生欢喜心的，看不厌的啊。可是我们在佛经上也曾经看到啊，佛的相好这么好，人家接触到啊都看不厌，为什么陈东老母不愿意看佛，看到我掉头就去了啊？佛有神通啊，
化身，四面八方把他包围起来，成长老母哭起来了，蹲在地下看也不看一眼。业障太重啊！佛的相好真如同我们世间的一种高级的艺术品，懂得欣赏艺术的哦，他看了之后生欢喜心啊，流连忘返啊。我们今天讲比如说喜欢字画的，他懂得欣赏啊，喜欢这些古董古玩的，他懂得欣赏。如果对于这些常识不懂，一窍不通，那画挂在那里，我们看起来一张废纸，一文不值啊。哪一个古董啊，这个茶杯一个碗啊，宋朝的啊，元朝的，我们看起来没有现在这个碗做得漂亮啊。外行啊，不懂啊，于是我们晓得见佛是福报啊，能欣赏佛的相好光明是智慧，有福有慧。佛的这个色身相好啊，才能加持得上啊。没福没慧，佛这个相好啊，加持不上啊。于是我们在此地啊，又能深入一点体会了。现在众生这么苦，佛为什么不出现在这个世界？其实佛是时时世世人呐、世人常不识啊。这两句话是布袋和尚说的，那诸佛菩萨时时在这个世间呢，跟大家搅和在一起啊，世间人不认识啊。也就是说众生没有福智，所以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人生人间啊，示现的这个形象跟一般众生一样，也没有什么大福报的相啊，但是决定是有福的相，那个福呢，比世间一般人呢稍微高一点，人能接受啊。如果世心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世间人不能接受啊。看到这个这种相啊，反而让一般世人不敢接触的啊。所以现在佛菩萨在这个世间连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烈焰身都不实现了，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完全适应于先前众生的根基啊。可是决定的有一个现象，就是他的视线呢一定会让大家起好感啊，这个是一定的啊。中下根性的人啊，接触佛菩萨的应化身啊，都能生欢喜心，
都能有好感。那么这是说明自行化他，这个自行容貌、体质、风度啊，包括我们言行举止，这个是自己功夫啊所展现出来的自受用。啊，展现在外面接触大众，他受用。真是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啊，这样才能够度化众生啊，能够摄受众生啊，众生乐意接受菩萨的教诲。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体会领悟佛法修学的真实受用。这个里面有事、有理、有果、有因，这个理是随理显的，相随心转的，这是道理啊！所以佛示现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佛一生的生活，工作，佛的工作就是教化众生，有教无类也，没有分别执着啊，以平等心教化一切众生。这里面最重要的自行化他，最重要的枢纽就是安住。你这个心住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懂得佛心住在二空真如，人我空、法我空，这住在真实智慧。我们这个《无量寿经》讲住真实慧，真实慧是般若。虽住二空真如，这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应无所住，他能生心。生什么心？利益一切众生之心，所以住空
它不堕在空边。为了要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随众生心，应所质量，随类化身。这是讲他住有了，住有而不着有，这两边不着。佛的心是这么安住的，住空啊，是根本智啊。住有，展现的是后的智，无所不知啊。所以佛的示心，让我们一看，这个人有智慧，有大福德啊，就称为二足尊呢。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大福德从哪里修的呢？布施、持戒、孝敬，这个修福里面呢，这三条是根本的。不施财得财富啊，佛示现的出家人三衣一钵啊，但是他的大福报，物质生活决定不会缺乏啊，生生世世物质上的受用不缺乏了，这大福报啊，财布施之果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要修布施啊。修孝敬，这个非常重要啊，孝敬是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能够旗开自信，自信里面有无量的智慧德能，就能现前了。这把钥匙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教孝教敬的，没有这把钥匙，自信的宝，自信宝藏再丰富，不能现前。好，今天时间到了。